这是北雄桥，连接往西门路四段、淡水、甲永康市的重要的路段。啊，听讲，这个所在要过封条，已经引起这附近的食家、店家的迄落反弹。啊，以为迄个。因为单点位后来调改过，啊，实际情形目前还阁无清楚，还透过详细资料来问。你的生活还够好，改变就能改变。